结起来啊，来到台湾来打赛事，只有一个人是到台北来会合的，就是二号的主控 Michael Lewis 那个能力了。其实陈范博彦本来就是个空间型的场人，虽然他打的是小前锋的位置啊。才在转移，赫博给到赫丹，赫丹切进来中距离的小抛投，终于让中华队拿到分数了。真的，你他们两位真的跟美国队的对抗完全不逊色。不过这一个两分球了，还是被布斯林绕到另外一边的一个上篮得手，尽算加法，对，开发了50%啊，对，大概还有20%-30%可以挖掘，对，这天花板还没到，对，哇，转身之后对手已经是倒地了，布斯林，布斯林也是高难度的出手，但没进，地板第二给球，哇，聊24号的 Mohamed Nadal， 好，这个防守的跟进。身体的对抗都是必要的，对，因为中华白现在最重要就是必须在防守端给卡达施加更大的压力。班霸中距离的尝试稳稳命中，都是开一些23号位置的锋位型的球员，所以呢，他的球路跟定位打法，我觉得他自己要搞清楚，而且跟中华队的磨合也更重要。是白耀成，哇，这中华队这个区域联防。到篮底下，但比较勉强一些，只能给到外围。现在进攻时间7秒，哇，空中的一个抛投幅度真好啊！左手这一球没有摆进，被班霸干扰到了前面快攻，姚晨轻松的上篮得分。好棒！外围的尝试啊，这一球还是投进，不顺，外线也没有找到手感。在两分线上的命中率来到了36.4%，比较低哦。不过这个时候外线的三分来了，白耀晨速度往前，外围陈范空间拉开，就是个 wide open 的空档。李新宽第三次外线的尝试有了，连续3颗的三分球，让比赛追到只剩下1分差，所以打出一波9-0的攻势。对，白耀成切进来上篮，这一球进，白耀成。啊，不好意思啊，外线的三分来了，这是卡达队在这场比赛的首个三分。长传到前面来，直接上篮，监听照。到交给阿布伊萨，一般给进来 ，update， 哇 ，update， 分进球 ，Louis 外围的拔起，哇，这个三分转移，陈友伟切进来，然后赫伯这一球拉个上来计算 ，and one， 赫伯 nice play。赫伯，哇，这球太神了！再来看一下，哇哦，在空中拉了又拉，挺了又挺，最后还是把球给拉进去了。对 ，Advantage， 这球中距离出手没有，在篮底下抢成了一团，但是难道还是拿到了。陈伟转移到外围来，白耀成外线的三分球进。白耀成上来之后哦，他的一个发挥真的相当出色。再转移，拿到，加5秒 ，Louis 拆炸弹的外线三分短了，进攻篮板在篮底下，这个球卡达拿到了进攻篮板球。阿巴什放5秒，到再给到前面 ，Muslich， 哇！哇哦 ，Muslich 这一个三分的进球让卡达队把分数拉开了一些，变成了4分的差距，要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啊。那比较长的一个关系，那今天是戴着口罩上阵，那他的伤势的一个状况跟今天戴口罩的原因在哪里？哦，因为他那一天撞到阿联酋，那一天撞到嘴巴缝了，内外都有缝。谢谢教练了，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八针啊，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伤势，而且是内外都缝，真的连喝口水都很辛苦。整半直接压进来，闪过防守者上篮得分，哇！啊，白队哦，在下半场的气势给带了起来。所以下半场白队的第一个 field goal， 篮底下还是靠着波斯林的身材优势给吃掉。哇，夹击！陈范剩下八秒钟，赫伯再一次的切入横移跳投进，哇，这是又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出手。谁都要找拿到的时候，被陈范博彦给抄走了。前面哇要扣啊，可是直接被盖掉啊，抖得相当好，没有放弃啊 ，Nado。追到最后一刻，而且陈范博彦这边因为有想要去调整一下的下球了，所以才被追上。板把大转身，哎呀，这个球最终没有拿好，球掉了。Nado， 这个球要到了犯规，净算 and one， 44-35。赫伯。外围绕一圈，急停的一个中距离进算 ，and one， 这球被点到手了。嗯，压进来，这球想要拉杆的尝试，但班霸挡下来了。哦，赫伯，马建豪，地板给球，这球给的漂亮，这个空间班霸把握住了。哇，这两个废话就是算卡达的本土球员是。这个地板的给球再给到班霸，篮筐另外一边，建廷找了助攻。阿布伊萨跟班霸来单打，这个外线的三分在班霸面前投进。目前在第三节只让卡达队拿下了14分，不重要，白队的得分11分。这个中距离的抛投 ，Michael Lewis 啊。之后还是一名常人守他，简廷照中距离的尝试进。阿布伊萨给到阿巴什，中间跳投出手还是转了进去，8公分，搞不好还有将近210公分。发出来，简廷照绕了一下中距离抛投 ，yes yes， 这个抛投进球，要把士气提升起来，来迎接第四节的决胜节。班霸再回来，马建豪外线的三分球出手进。简廷照，班霸这个球啊，还是被盖了一个火锅。这球已经是给的相当不错了，但第一时间班霸没有直接起跳，然后第二时间拉杆起来被拿到盖了一个火锅。对，在协防方面他一直很用心了。那抓白队是把赫丹换了下去，换上赫补。这个球 ，Lewis 没有进球，但是裁判哨音响起在篮底下。Lewis 再加速，集体抛投擦板油，非常的老练了、啊，你感觉？这个球想假传的自己上了。阿巴水正式拉开到11分的差距。赫伯急停的中距离出手稳稳命中。李庆宽简廷照，简廷照速度切进来，地板给球，白耀成清出空间 ，nice play。威斯压进来，给到外围来三分，阿巴水进了。金宽选择切进来最接近篮圈的一个位置，得手了。对，越接近篮筐越稳哦。而且赫伯现在超截成功，前面快攻直接扣哦。赫伯的积极表现又救了中华白队。现在这个分数的差距，后面还剩下2分48秒，中华白队都还在能够追击的范围之内。赫伯，你看，灌完篮之后，哇哦，
离进攻免责区大概还有一公尺的距离就起跳了。是。好，来看到赫伯，刚才跑完之后，现在依然的很喘哦。好，再来看一下，这一球已经攻防转换快到卡达这些同样年轻的球员都跟不上他的节奏。对，一秒钟 ，Luis 压进来，急停中距离小抛投出手弹进，真是老练了 ，Michael Lewis 也就五颗的三分进球，18.5%的一个命中率。而简廷照这一个小抛投来了，路易斯面对林信宽直接拔起来后撤步的三分球进，你能说什么？队呢是以71-59来击败了中华白队，收下了比赛的胜利哦。在他们拿下前面3连败之后，后续是拿到了3连胜的。